Hello，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五场国战野心家的系列，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先看第一局，由378区玩家宾果520提供的素材。那么第一局的话，主视角啊，三位两拳有大锤，最后呢，嘿嘿，啊，这不应该这么讲，应该叫啊，我们全是位将啊，全是位将。那么第一局的话，主视角双点组合啊，伸出五号位离点点尾，一号位直接南蛮开出来，标一个飞舞，主视角直接出煞，不暴露自己。那么当然我们那边七号位啊，大老板已经翘起二郎那腿吸南蛮一真个。没意那么思。一号位这里直接打一下小胖啊，还去硬扔的话，应该整体来说啊，位将的可能性相当大了。二号位离线。没有大动作，三号位过拆打下家顺手，而且是一个三血五项，所以三号位这边的话也有可能位将啊杀一刀下来次司注意马，点下次注意点收。儿。那么瞬间的话，应该来说啊，但我们可以看到每那颗边连刚烈曹丕最难受。直接送出一张放逐，那么这一刀放逐的话，直接把主视角应该来说跨上野路，永不回头啊。大师制衡，八张牌打地盟一波，给了一号位，但是这个地盟给的其实不太好，其实不太好，对吧？你这里我们刚才说过，一号位整体而言那么打小胖，而八且辈是一分个勇杀你敌，去换给他，一这不血是夷陵他之耻，自家人一过来，还的对吧？是大你师这一点啊，打得不是特别理想。大丈夫最难受，而且这个 AOE 一开呢，继续啊，直接让魏国拿到4联动，当然主视角只能无可奈何野一波。曹老板偷一波没有输出力，那么许褚托陈明杀一刀下将，那这样的话应该来说啊，大魏相当有优势的一雕局。虫险技，关键那边有曹丕啊，有曹丕啊，对吧？这种放逐利用起来还是相当的养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夏侯惇一刀九杀，直撸大势啊，正中红心，哎，这还救起。这就比较关键啊，因为曹丕的话并没有距离能打到，否则的话这个桃子啊，但是曹丕再来一下的话，这个决斗没能带下去，会不会有这种你这个决斗不如人，自己的话可能啊也是要跪啊。好，我们一看看到桃锁锁连环就撸这边的位将九雷骚，对吧？废话不多说，你有桃又怎样，我凉血起步价。前大丈夫，那这一下他肯定犯大事了，竟然啊硬生生把曹丕捞回来，但是司马肯定是保不住了。那么主视角这一波的话，顺手，哎，无懈了，哎呦，农民啊，再来万箭齐发，神牌到手，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对吧？那这一张万箭的话，你的计划被识破，二号那个点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拿到个人头，只要不是僵尸或者嗜血小七。走好不送啊，走好不送。那么曹丕能活不？不能活啊，人头还是我的。那不好意思啊，最后的话强袭来一发啊，强袭来一发，这个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年奴开始突突突，曹老板走好不送啊。那么大师肯定留到最后去突国差乔差一下。大丈夫，老朱，那最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先收掉当霸，然后火攻倒是可以压一下小诸葛啊，火攻来吧。然后一代牢刷牌，继续一张火攻。那这样的话，最后一击给小猪，那么还有手里啊，还有两杀，那么直接带走大师就可以了。终究只是泡影吗？主要最后这边注意了啊，这个是手残了啊，手残了。当然还好没有断杀啊，这个当时最后手抖了，点了解锁啊，主要投稿的时候说了。啊，本来啊，其实一波啊，7年斩应该来说还是相当漂亮啊，相当漂亮。最后一个小手残，这一局野心家啊，当然是，被动去野，对吧？曹丕在那儿，直接给你一个翻面，翻面。当然，刚才一个顺手啊，直接顺到一张万箭啊，相当的运气很不错。来看一下第二局。啊，又有嘴哥，那么嘴哥不选，最后是378区玩家露露的锦囊月选择了一个曹丕加典韦，还是有典韦。那么曹丕典韦也可以啊，正常有的时候行上，特别是拿到装备武器的时候，强袭就更加的勇猛无敌了。那么一号位加一挂起，没有大动作，连弩都扔了，这不太像队友化。正常你可以排除那么几个，不太像魏将，不太像，哎，那边曹侯直接神兽召唤，主视角顺野啊，顺野。
关键这个神兽召唤好处就在于人家四年都，虽然啊这个时候我们说啊他们我们啊野的是核心，但是这边呢人家四年洞还是很有优势，但是这一刀带到我们就比较尴尬了，就是叫一个放逐走你，对吧？四年洞变三年，也要保将军周全。那么刚才想说，我想说了啥来着？可用斧头抽心之计也。雷公助我！雷击啊！刚才说想说一号位的那个年子，四年洞，正常可能排出一个飞位，二个呢肯定不是香香，三个的话你可能那些夜莺二。月英啊二爷这些武将啊都不太像啊，最后一个群雄的教主，那么我们主视角被奇袭，当然瞬间感觉这一局野心家就是我们说啊人家三连动啊三连动，最后呢上我们一刀，我们直接放逐给了司马，但是放逐司马其实不太好啊，他是行动回合内，但是好就好在啊没能摸到桃子什么的回血，主视角拿了一桃小欧一把，然后呢没有去浪动，所以你肯定不要杀狗啊，杀狗的话给徐晃。好，那么周瑜的话先可以九决斗啊，打远位，这九桃扔掉肯定就是想最后反剑了，远刀进攻也没能撸到，这周瑜有点略惨哈，那边死吧死吧，关键死了那可是四排的收益啊，你这里是认真的吗？那么最后还有一眼，又是离点哈，我们上一局的野心家嘿嘿，这是老眼纷飞变两家，那不是挪，但是挪给了后卫狗货啊，马腾弟兄们，我们的工资这个位置你去开五谷丰登，不过好就好在那边一张国无戏啊，国无戏啊，这个五谷丰登其实开的特别不理想啊，江行所必奋勇杀敌绝技，这种夷陵还是我国无戏，那这教主就真的呵呵啊。那么那边的话当然脏吧啊，直接被压到两血，现在的话就是说突破口在这俩人身上了，以我之真心当然这一下啊，这一下其实有一个点就是说啊，这里司马先改判，但是教主呢这个没有黑桃了，没有办法啊，看了半天江海荣我们都没懂啊，不用懂啊，这个那个司马他后来改判就是自己的那个啊，自己的屯田的改判，对吧？这就不用多说了。关键是教主没过关，那么三号位啊直接开出一张南蛮，这一张南蛮呢把司马给带掉，最后呢想打一波啊，想打一波，但是你狗或者乐不思蜀在那边，而且张和刚才也说了啊自己有无戏啊，所以这边的话你这一个南蛮开了啊，没有什么优势啊，那么主视角吃个桃，最后呢当然我们此时此刻啊不急着强袭，怎么又让他们去多打打工啊，多打打工，你看马真这个人都没必要拿，对吧？这个时候完全就看戏啊，看戏，那咱们没什么优势啊，那么那边的话南蛮打出来，主视角这一下的话跟你们要不要卖呢？不要卖哈，这个时候基本还是比较稳的一个局面，对吧？魏国没有什么爆发的优势了，这会儿他开局四年洞啊没能打出来，主要主要有一个放逐，如果是野没有放逐的话可能啊魏国还是比较不错的，毕竟人肉四年洞还是这种啊输出能力还是相当可观的，那边杀离点，那么看一下苟货一大佬可以找曹仁拼点啊，援交杀一刀教主然后拼点啊，但是这个我们说过啊人头也就一排啊没有什么太大优势，但是这里看我三步之内取你小命啊，这一局没有什么用啊，你说咱们防得住啊，那么主视角还是抓住了这种一血的武将啊，直接强袭带走，那么后面的话当然魏国妥妥的凉了啊，周瑜这个时候托管了、啊、这个是魏国、啊、回来了回来了、现在主视角状态相当好啊相当好，其实这个时候魏将的话只要死了一个像周瑜和李典啊要立马改变策略了，那立马改变，张合如果打的比较猥琐一点这个时候可以控一下主视角这一个点，或者说指控魏将挪挪装备给自己，对吧？莫再提起。或者怎么样，转移嘲讽。所以说，你看还是贵啊，对。那么主视角顺手，
虚虎啊，魏国还是没有用，那边还是苟货的话，这个肯定留到最后去打。嗯，暂时不，当然你这个时候打苟货也不是不可以，打的话他三白过起来，你就看命了哈，对吧？嗯，哪种？那么最后啊，由于李典啊这边被带走，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来说，主视角还是相当有优势的，对吧？你周瑜相当于被强行绑架跟我们啊二v二。那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主视角这边啊满装备在这边，对吧？满装备在这边，你说周瑜的话他还是啊能力有限的，这一个决斗送的那么最后的话他自己只能GG了。主视角救不救？救了一下啊，救了的话你这一排啊不救了啊，不救了这个桃园啊坑爹了没救，但是桃园坑。最后的话当然啊，我们不续啊，不续啊，因为你有一个强袭菜，那每回合至少双刀输出，只要不断杀的情况下，那就是双刀输出。双刀输出的话，那到了后期我们先带走曹仁再说。你看曹仁这个时候他翻面，那你只要跪的话，那人头行伤啊，行伤。当然这一下子没带到，但是总有一天，对吧？我们要带你飞的决斗啊，这一下比较坑爹了。那么我们啊稳的强袭啊，三步之内取你小命。这可以久，我觉得秉忠贞之志，想联手做大新手。不过我觉得刚才这一下久还不如，如果打稳一点应该来说联手扔出去啊，久直接保命啊，保命。那主视角的话是直接哈自爆喝酒，最后呢想联手发挥一下，但是然而最后也没能轮得成啊。这一局其实刚才啊，也就是许褚那一个决斗，让我们啊这个菊花一紧。其实其他时候都是一个非常稳的状态，啊，非常稳的状态。这一局野了曹丕，那你们就甭想玩了，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由三巡慕勇提供的素材，一曲玩家啊，主视角这边的话，我们魏蜀最后司马家大 boss 哈。主视角的话看一看几号位，四号位这边。那么起手的话还行啊，还行啊，至少杀能挡一难满。那么再考虑一张南蛮的话，也就是我们掉一血啊，但是有逃回血，所以的话起手的手牌还有这个万箭拿着，但是没开，没开的话当然队友的可能性也有，对吧？四血续万箭下家，哦呦，顺拆，杀一刀被割。那么这一下啊，我们五号位和三号位同时啊，都是属于一个开局去浪的，对吧？江行所汗，解命，阻敌绝境之声。过拆，今天看到了好多苍霸呀，南蛮入侵打出来。那么主视角的话，中杀人，留得良人在，瞬间啊，三位了，看看上家会不会出一个位将。哎，还真是啊，还真是，因为这里的话就是说五号位刚才这种盲狙上家这种盲顺啊，都是基本会偏位加一点，那么加上我们今天出了野心家，对吧？所以这种概率更高了。那么曹老板五分灯开出来，我们这边的话估计哎能拿一杀或者冰凉都可以呀、啊、最后哎那边南蛮的话我们直接掉血了啊，开始掉血。这个时候的话哎 nice 圣手神骚，对吧？桃子到手。那么这一骚关键啊，还南蛮卖起来，这个物超所值啊！就凭你，这个顺手，呵呵啊，呵呵，浪费一排，浪费一排啊，很可惜。那么一号位的话，看看，我觉得他应该来说把这个减一啊，刚才这个减一拿掉，吾乃天命之子，就一号位这一个减一啊，拿掉至少还是要保一保曹操、夏侯惇的嘛，因为农民打起来还是让人有点蛋疼。在这乱世之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哈，你盟军里面贾大爷在场，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魏国呢不死也伤，加上他自己挂上加一，一致四方，最后没杀，有留得良田在，那就尴尬了，何愁不破敌？那贾玉这一下尴尬啊，乱舞没能带到人头。决斗。那么主视角不救了哈，吃菜就吃菜吧。哎，曹哥的话救了一下，那主视角有逃，继续来。哦，不来混，早晚要还。被割，方块。那么主视角的话直接选择回血啊，国家这血量啊更重要啊。
所以夏侯惇啊，这里还不如刚才夏侯渊呢、啊。神速该利用利用啊。那么最后的话，主角又卖血，然后两位嫖一下农民，还有陶波没有、哎、走你不送，臣不知君。南蛮入侵，只有这种这个时候的南蛮的话，是勇敌绝境之中，真的南蛮偏打工一点啊，偏打工一点，其实可以续的啊，这个南蛮我觉得可以续的啊，主要打的稍微有一点点的，看我急了啊，急了，二桃杀三士，二桃杀三士。哈，让队友自猜你是最骚的。当然，他这个时候啊，不太敢去拼别人啊，不太敢去拼人，因为一旦拼到大连，那自己鸡鸡。所以的话，选择让队友啊吃一个。火攻，最后呢，九杀一刀闪。野心家营那边已经给我们啊立 flag， 毒奶一杯。那么铁骑啊生效走你不送，所以魏国啊凉了啊凉了，这夏侯渊一血许褚也废了啊，也废了，曹老板也没什么用。连张飞这样打的话基本也是打工了，对吧，主视角现在就是一个完全 boss 状态。那么最后这边张飞呢，他自己由于自己是一个一血，如果不能拿到桃子回血的话，那基本自己也娘娘，这几刀完全就是打工状态、完全是打工状态。那么甲鱼刀主视角已经开启了，谁牛逼啊，互相商业吹捧一波啊，别来这套啊。那么甲鱼如果想要打我们，应该啊要想办法留着张飞了。那你像这顺手，你不应该给张飞回回血，对吧？这里呀、啊，甲鱼啊，嘴上说是啊，我是打不过你，但是你看啊，这个时候还想去收人口，整个的打得有点那个啊，有点那个。他顺手，我觉得如果我是甲鱼，我可能这个时候不急着收马超人头，你这太后就藏着。但是藏着有一定啊容易被击溃的风险。就是啊，既然打不过你肯定要留张飞啊，这就是抱着我要死了但是却不付出努力的这种心态，那你玩球啊，玩球真的不应该的。那么最后主视角轻轻松松带张飞，最后这个闪电好像挂急了吧，这个闪电这不应该挂吧，这甲鱼又不虚，对吧，你啊，当然可以啊，可以管主视角司马的话也不怕批啊，到时候还能骗赚一张这个天度牌啊，没有错啊，这个挂的没有问题啊，我瞬间没反应过来啊。最后啊，甲鱼其实还可以再争取一下，虽然不好打，但是你应该来说啊，尽量哈，叫尽量往这个我们能赢的方向去努力啊。好，这一局我们来看4399玩家，我在作死啊，我会哈。主角就不用多说了啊，这个作为大 boss 野了的话，那这是吴国的娘娘啊。当然吴国有国政组合那也是溜溜的。好，看一下那边的话，加一国政啊，僵尸猴，对吧，那都也很溜啊。一号位加一挂起，顺手被无懈打脸，二号位人王半装备啊，主角的话加一藤甲都不错，而且作为无枪这藤甲挂着挂起来啊，防 AOE 防大嘴都很舒适。四号位拔罐女萌大柯基率先第一辆蹲坑萌，吴国一号车位啊已经被占，那么一个顺手拿八卦奶起来啊，六号位看一看还是不动，起牌阶段最后的话一拆两杀，还都是属性杀。好，有人开始动了，哎呦，小乔天香可以啊，郭嘉一记又是天香牌，简易冰娘九杀一刀，这里的话稍重啊，再弹看看女萌这一下弹给谁啊，那郭嘉手里可能还有桃啊，对，没有啊，没有。八号位过拆，哎，拆了冰娘啊，那这个应该来说基本明的奇袭，拔一下狗货，桃园无懈南蛮司马反馈啊，那么瞬间的话，这里啊，我们当然藤甲挂得很舒适啊。这个南蛮呢，放的也就是坑坑自己吧。小乔当然暂时不虚啊，一大牢跟队友刷一波。乐不思蜀，当然看到这种队友呢，主视角估计呀、啊、不太想出来了，对吧？估计不太想出来。
那么这边一号位，你像啊，还去兵粮控魏将的话，有可能啊，就是吴将那边桃子天过，摸牌阶段有多条啊？这样的话，可能许褚，我觉得其他张辽什么的还是可以出的啊，李典啊、张辽肯定都可以出。然后主将南蛮入侵，那边二张集结的出来打孤城。主要这个南蛮不开的话，嘿嘿，一个呢有祝融在，二个呢你这吴将在这边，你开出来。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自己会野，对吧？你这个时候开出来完全就坑大吴了。那么那边祝融的话，这一张南蛮还是如约而至，再杀一刀二张、九杀能不能带走呢？娘细皮，哈哈，大哥你是啊这个。这个我们常凯生的粉丝，闲时起豪，这个还可以啊。那么锦衣给甘宁就行了。甘宁的话，这样啊，像装备啊，这青钢剑，我觉得这个时候啊，青钢剑最好还是，当然有可能是锦衣挂那个粘土挂出去之后摸的。那边回盖是孙坚的独条。这里啊，我就觉得你孙笨啊，这种锦衣应该去拆啊。哎呀，司马这怪是不能留啊，主视角这张吧不能留，你又黑应该去拆掉。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觉得啊，二张像这青钢剑如果一开始就有，也应该贴给甘宁。这样的话基本利用这个啊，你甘宁拆去控场，因为你现在吴国的联动位置，你身处内陆的二张和孙笨就打不到，打不到的话女萌小妖再骑个桥头堡，对吧，乔德玛在那边一个完美的防御摆在那边，怕啥？不怕。当然拆我们有这个小鸡当然是无所谓的，但是你按照道理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孙奔的话那边，当然啊，孙猴子逃跑了，这是这一局的唯一一个啊比较缺憾的点，那让我主视角的野心家这一个质量稍微降低。那么自己别确认一下身份，确认一下手牌啊，这我觉得没必要啊，有点浪费啊，有点浪费。哼，看我的厉害，国之大计，多事再来，无中生有，带我，看我的，很难埋。注意啊，顺手没有先动，因为这样的话你南蛮开出去啊，祝融那边吸过去，我们又可以顺，如果运气好直接拿南蛮，小巨象阵来袭，对吧，这个不用我们多说的老剧本。带我看我的。那么二张你看啊，有僵尸，那么最后的话当然猴子呢，如果不掉线啊，这一局可能还是有个不错的点啊，有个不错的点。那可惜呢这边主角还有多事啊，南蛮入侵继续打，那么手里有南蛮了、啊、有勒布斯鼠啊，所以的话祝融这边呢可以考虑啊看一波，那么火攻烧一下女萌草花走你，再收人头两排到手。所以主要现在呢这是一波大暴动啊，大暴动直接再顺的装备支支笔。这个时候我都搞不懂为什么主要这么喜欢，这个时候你还看他的手牌干嘛呢，对吧，你这个时候那最后当然一波牌啊，这勒布斯鼠本来啊可能要给祝融的，但是这边二招那么多牌你不可能放得动，所以的话直接啊，由于勒布斯鼠已经看着了，所以二招直接把九套都用掉，这样的话自己到时候啊被勒中还能囤一囤牌，这个比较溜哈、啊、比较溜。那么主视角的话夺势啊，夺势甲乙肯定要挂的，那么先稳了一波。那么现在祝融其实一个副将在这边的话，只要不藏月音，其实其他武将都还好吧，都还好，对吧？来甲乙继续挂起来，那么这个白银扔的啊，甲乙应该留着的呀，你这个甲乙还是要挡祝融的，你现在作为 boss 虽然祝融没打你，但是万一他反啊回过头来，对吧，带你一刀，你这可就你看这个兵粮完全没必要的，这个坑爹啊，不应该啊，不应该扔白银都不应该扔甲乙啊，放风筝的意识不是特别强。那么我绝不会倒下，绝不会倒下啊。那么还好手里有一张啊红牌，终于啊终于扔出这一张，那么这一波运气非常溜了，直接各种装备到手，远交进攻再来一波，
那么藤甲还可以夺势啊，藤甲扔了呗，简易继续暴动。那么五风灯拿一张万剑，我们两张过拆在手里，无懈也可以发挥起来。国差桥现在的话就可以啊，就去打二张这一个点，对吧？你祝融的话，你藏一个庞统也无所谓，无语啊，随便啊，随便。夺势扔一张锦衣，这一下可以。那么最后顺手，那边锦衣也可以拿过来，可以。这一波过牌啊，应该来说体现出了我们 boss 级别的能力了。哈哈，最后呢，直接弃逃流输出，没毛病。这个时候你的血线啊，应该来说相当牢靠。一报国恩。对吧，早该这么打，你早的那个加一啊就不应该那个。刚才其实这一步啊，如果你手里不是红的话，就真有可能被这波冰墙给打败啊，对吧？一人一刀砍你直接带，最后人家一个庞统一个僵尸互相去拼命，那没你的活的份啊。所以主视角刚才扔加一，我是实在想不通啊，实在想不通。那么最后的话，这边把庞统硬骚啊，硬骚，那么有这个自信是直接带他一波，嘿嘿，九杀 ，nice 啊 ，nice。那么最后的话可以两刀带走了啊，两刀带走了，绝不会倒下。有一个冰娘，当然主视角还算比较那个，不算飞啊，不算飞，红牌还是比较多势，最后一波带走二张。这局野的话其实比较轻松，那么整体前半段当然大武打的是有问题的，特别我们刚才说过像甘宁还在那边啊省装备，这个不应该啊，不应该粘弩什么的啊，应该来说先控场，先控场，关键你们有联动，当然那个逃跑啊应该来说这是必然有影响的。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最后一局，由三七八区玩家 GGGF 提供的素材啊，主视角这边的话甲鱼加大嘴，那么我们知道群雄野一般的步骤是什么？大嘴啊，弓箭手准备放箭啊，我野了，对吧？就是这样。那么主角的话来看一看，藤甲都挂了。当然挂藤甲，我们说过，你这里因为比较特殊的一个副将董胖啊，所以藤甲一般别人真想打你，那就是两血带出直接送横针。弓箭手，那么这边的话瞬间弓箭手准备放箭，主角呢都不需要两帷幕啊，藤甲自然挡一刀。关于这一局呢？弓箭手大嘴都是啊，大嘴都是，全都去死吧啊，全都去死吧。那么这样的话，弓箭手准备放箭，弓箭手准备放箭，再来，全都去死吧。对吧？所以现在就主视角这种藤甲，这都相当而已。所以这里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对于大嘴，你即使。我们说过，即使一般我们都不推荐你守酿啊，即使你想守酿就是你首先先观察一下场上有没有八卦，有没有藤甲，这一点如果都你不能满足的话，那你就干脆不要射了，完全就是打工哈，完全就是打工。当然那边的话已经射死了一个张刃孔融呢，带走了一个人头，然而我们看一下大战三百回合，起步价两血，两血一逃，救起来救不动走你，最后的话来看看啊，裤裆有大气，一刀九杀直接带走势，一刀喂饱啊，一刀喂饱。那么最后的话再录我们上家瞬间成也啊，瞬间成也。那么这样的话主视角啊这一局躺赢的太快了，躺赢太快了，主视角这应该直接看亮武，还有自己自比个啥，对吧？把这个限定技用完多好啊，多好。这主视角说史上第一躺赢眼镜家，我觉得这应该来说是很快的一局了，印象中可能是比较快，四分钟，四分半，对吧？这是最后一局娱乐献给大家啊。好，那么今天眼镜家就给大家带到这里，最后谢谢大家。